2 hours later. Six hours later. Few moments later. Eventually. 相信因為疫情的緣故，大家都會經常留在家裡的了。是啊，我最近條頸都冤冤痛，赤赤痹咁樣。其實我好多朋友都係有咁嘅情況嘅，佢哋經常需要留在家裡工作啦，或者有經常打機啦，但係姿勢又錯曬添。所以今日我就打算拍一條片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能夠舒緩呢個肌肉酸痛嘅伸展動作。第一個動作係伸展我哋頸後邊嘅一組肌肉，我哋專業啲咧會叫佢做頸椎後肌群。首先，我哋糾正頸椎，跟住係垂直低頭，跟住咧手放喺頭頂，hold住呢個動作3至5個深呼吸，每個深呼吸咧大概3至4秒到，咁你會睇feel到咧個頸後邊咧有啲拉伸嘅感覺嘅。好啦，我哋去到第二个动作咯，就系伸展我哋颈部两边嘅小肌肉，分别叫做颈夹肌同埋头夹肌，同刚才咧第一组动作系好接近嘅。首先我哋纠正颈椎，跟住我哋向左转20度，低头，手放喺头顶，同样咧都系 hold 住3至5个深呼吸，而每个深呼吸咧都系3至4秒到嘅。 好啦，我哋咧两个伸展颈部肌肉嘅动作咧都示范过啦。对需要常用电脑啊、手机嘅朋友咧，建议大家平时早午晚咧都抽几分钟时间做下啦。好啦，今集就讲住咁多先啦。咪住，颈攰就话可以拉筋啫。咁如果心攰，我哋可以做啲咩啊？得，帮紧你，等我问下朋友先。 你好啊，先生，想问下咧喺疫情底下咧，我哋除咗做下运动伸展下咧，如果我哋心攰，唔知有咩计咧，你会做啲咩咧？饮杯红酒啦，整够样扒之后咧，再整翻嚿黑朱古力，无糖嘅。哇，听到都正啊，唔该晒你。咩嘅咧？心攰喎，啊，攰心攰啊，话剧咯，睇下电视咯。 瞓下觉咯。吃咯，早啲自己中意嘅嘢咯。好啊，唔该晒两位。其实做晒以上所讲嘅所有嘢，个心系咪就唔会攰呢？诗篇16:8-9，我将耶和上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自摇动。因此。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